星哥，今晚带我食咩啊？带你嚟食水煮鱼啊！你香港我都食水煮鱼咩？香港唔食得水煮鱼咩？真系，跟住咧。你一个香港佬连水煮你都咁中意食啊？喂，初初食就梗系唔习惯啦，后屘食下食下上瘾添啊！你睇下盘水煮鱼几靓，嗱睇下辣椒嗰啲花椒，闻起上嚟点几香，真系好香噶吓！嗱、啊，你睇到啲鱼片啊，白白嫩嫩咁样，真系好好食噶吓！加上啲厨工啊，啖啖肉就系食得过瘾，就系食得爽啊！其实我仲带咗好多香港朋友出嚟食水煮鱼，佢试咗都觉得好好食啊！所以你如果系香港朋友啊，你都带佢嚟试下，一食都就上瘾噶。呢个口水鸡我又觉得好正噶，佢嗰个红油香啊，又系好正噶。初初试嘅时候就系觉得辣啊，或者味比较重啲啊。喺食落咗咧，又真係好鬼正啊！如果下次有香港朋友上嚟，或者啲廣東朋友，可以叫佢哋試下水煮魚啊、口水雞啊，真係可以噶。好啊，下次有香港朋友上嚟咧，我都帶佢哋食水煮魚、口水雞。梗係要啦，咁鬼正嘅嘢，點解唔分享啊？記得分享啊，大家都要。其實我除了喜意吃水煮魚之外呢，啊呢啲啊，大家知唔知道係乜嘢啊？個個都好難吃噶。真係，我覺得啲節魚真都好好食噶嚇。